哦，一张。一张第一次过来吗？第一次不是专程，今天是专程来的。专程来的，对对，第一次见的。非常好，谢谢哈，谢谢。那你先来呢？总监议会议长郑道强，三林西路区总监郭国辉师友，郭国辉暨全体师友，连江县马祖世俗会社福捐赠仪式，仪式开始了。国际世俗会台湾总会2016-2017年度总监议会议长郑道强师友。国际世俗会台湾总会三林林西路区总监郭国辉师友暨夫人，台湾总会执行长暨陈蒋师友暨夫人，旧金师友，台湾总会典礼长张胜雄师友，三林西路区秘书长黄清扬师友。总监，我们议会的议长，这是我们议长，我跟议长跟总监报告。那我介绍一下，我们中间这位是我们连江县的县长，也是我们狮子会的师兄。再来介绍我们连江县会议会的议长，也是我们师兄，好，梁之礼师兄。后面还有两位，一个我们吴建清师兄。这位要不要我自我介绍一下？不要啊？不是刘金，刘再来，我看到刘金啊。啊，我们刘金师友。好，我们议长以及我们总监以及公关长，谢谢我们台湾的西都区的所有的师兄们的协助，感谢，谢谢。充满了温暖，而且呢，充满了感动。各位在场的所有贵宾们，我跟各位报告，这个时刻是我们国际狮子会，更是我们台湾总会历史的一刻。我在这里要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西二区的郭国辉郭总监，以及西二区的所有在秘书长领导之下的所有领导师友，你们创造了历史。你们为国际狮子会、为台湾总会创造了历史，各位都知道。对狮子会对我们马祖及他同仁的支持啊，表示非常的感谢。那我要特别感谢啊，就是马祖狮子会在曹一彪创会长的努力之下，就是终于成立了我们马祖狮子会，受到乡亲非常多的肯定跟支持。我想国际狮子会是全球非常受到全球支持跟公信力的一个公益团体，一直投入于这个社会公益的事务啊。我想这是大家非常肯定非常支持，我想对于施政的推动是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，更能够满足乡亲的期望。那马祖的治安啊，在局长以及所有我们警察同仁努力之下，我们治安是非常的好的，那一直在各项的评比中都是名列前茅。但是我们仍然一直要努力啊，充实我们同仁的一些装备啊，希望他们能够更顺利的推动相关的事业，让他们工作更能够顺利，更可以提振啊我们警察同仁的士气。我想这一点哦，我要再次的感谢狮子会对我们警察同仁的支持。我想在狮子会的支持之下，我们警察同仁一定会更用心的来服务我们的乡亲，达到一个更健康、更幸福的马祖。最后，祝福在场所有的贵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。谢谢我们社福局哈，摆在卫生。那个县立医院那边啊，外岛一些老人家来的住院啊，或者乡亲来，他没有交通工具，他可以骑摩托车啊，比如他跟他家人买一点东西到医院去吃啊，或者去买什么东西啊，所以我就跟他建议，他说好，他一定做得到，你做得到吗？哈哈哈哈哈。我认为，整个气氛非常的好，
在这边祝福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正确。